我们此刻应该已经置身于欧阳小姐的梦境之中了。哇，这地方没变，样子全变了，还好灵莎还在这儿。天河，天河，你不能死。灵莎，天河，你醒醒，我是天河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没事了，你没事了。你真没事吧？你真是灵莎？啊！你不会又变成什么明珠、珍珠的了吧？哎呀，你个死野人，什么珠啊？你才是珠呢！我不是灵莎是谁啊？只有灵莎才会这样子打我。灵莎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什么回来？能找回灵莎，就说明是施术者造了这个梦境。梦境？哎，我不是睡在集训院的吗？这是哪儿？简单的来说呢，是一个叫明珠的小姐的元神进入到了你的体内，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在这个明珠小姐的梦境之中。哎，停停停，听不懂。梦里你说，我们得尽快找到明珠小姐，令她梦醒，不然灵莎和明珠小姐的元神还是无法唤回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呢？我记得明珠小姐曾经说过，她每天都会去千佛庙祈福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去她必经之路等她。